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阿燕。本周的播报地点，我们在我和阿德的家上福艺术空间。接下来由我来为各位播报几则教会的消息。这礼拜天恭守圣餐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2012年度天桥教会信徒大会定于3月10号举行，汇集资料刊登于走廊的布告栏，请弟兄姐妹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否有错误，如需更正，请假行政干事汪丽金姐妹。接下来是有关于教会洗礼会的消息。今年第一次的洗礼定在复活节3月31号，想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您是否已参加过经历神营会或是恩惠相遇呢？接着由教会为您准备三堂真理课程，分别在三个星期天的早上9点，日期是3月10号、17、24。如果你有关于洗礼的相关问题，请假行政干事汪丽金姐妹。五色珠制作及传福音的训练，3月3号星期天下午1点于松年教室举行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自由参加。你想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吗？马可楼查经班开班咯，每周二晚上7点半到8点半，由黄忠宏牧师教导，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。再来是上人牧区的消息，上人牧区23月份要举行庆生会甲月历会，23月5号拜二下晡2点半，伫上人教室举行，请上人牧区兄弟踊跃参加。以上是这个礼拜的教会消息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最有艺术气息的林宪平牧师。